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立豪请所有的投资人认真的仔细的听完我今天的节目。我相信全国的投资人在这段时间以来，除了一档股票叫台积电之外，各位每一档股票感觉上都很难操作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跟你说过，其实成也台积，败也台积。各位，你们就慢慢看10月17号法说完毕之后台积电的表现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自己就一目了然了。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记不记得我在股市里面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其实在台湾的股市它其实它不难做，难的是你的心里面你自己怎么想。各位，你知道我的用心吗？其实齁，我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节目是不是重播？是不是重播？而且各位，礼拜一哦，礼拜一哦也是重播。为什么？各位，我就是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观念。你看我车标上的这几档股票给我做过几次，你有没有去算过最近做的股票、最近的日期以及最近出的股票，各位，我打在车标上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我10月11号我的节目，结果10月14号昨天不是也重播吗？昨天是不是也重播？那各位，我为什么要跟你提到这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各位，我跟你提到的这些股票是我也来龙去脉都告诉你怎么进怎么出，对不对？给我再给你一只一只再给你讲一次，你就会知道了。各位，为什么？其实当你真的打通任督二脉的时候，当你知道真的股票是来龙去脉，真的要做短线的时候，你才真的会觉醒。除了一档股票，我除了一档股票告诉我的会员你就报中长线，什么都不要管，因为外资都看到1600了。如果外资真的看到1600，那各位我恭喜你了哈，台湾加权股价指数大概飙到4-5万了，但是那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听得懂意思吗？绝对不可能。那各位投资朋友们，所有的股票里面，为什么我讲成也台积败也台积？如果台积电涨，一般来讲是高兴才对，但是各位，另一方面台积电占的指数太大了，那也就是台积电把一些指数都占完了，很多的股票要涨要拉都拉不动，听得懂吗？因为很简单嘛，我们台湾的投资人80%是散户组成，那散户看到台积电在涨，大盘在涨的时候啊，大盘在涨300多点，为什么我的股票没有涨？因为都涨台积电在占指数啊。那很多人要讲说，哦，那台积电拉回呢？台积电拉回的时候很多股票又跟着拉回了。哥，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台积电到底涨是好还涨是好还是不好？哥，我告诉你，没什么叫好跟不好。我们的股票台积电，各位 摆到现在还在，最近买的你看9月30号当初买的957，那最后一笔成交16000多张，我还把它画给你们看，对不对？全部买回，当初我告诉会员950到960买，结果最后一笔16000多张成交957。各位，到了今天你看看，到了今天最高1075，如果你摆到今天你赚118块。我本来短线上我要先出的呢，结果你看看到报章媒体杂志看到，哎，说外资看到1600，哎，那我闭着眼睛随便看到1200也行吧，听得懂意思吗？假设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所以各位，我就看看就摆着就好，台积电摆着就好，你再怎么杀，各位，除非崩盘呢、啊，除非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崩盘呢、啊，否则各位很难打回到我957啊。那我摆着就好了，不是吗？这刚好不是一般投资人的做股票的方式吗？对不对？你看这档股票，各位，台积电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档股票撑盘的要角啊，涨25块，哎，加权股价指数涨316点呢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其他的股票可以这样吗？其他的股票不可以这样啊，所以我才会跟你讲，哎，
所以我在你最近我不是跟你提到，你看宏硕，你看华城，你看君豪，你看台积电，你看四星神盾，有没有这些股票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一直从8月27号都跟你提这些？各位，从8月27号一路一直跟你提到这些股票，就是来回做价差嘛。你能够懂我的用心吗？你能够知道我的想法是怎么样吗？那各位，你再看看侧标上的股票，除了台积电赚了118块之外，你看神盾，来，各位，神盾这档股票你记不记得？我在7月5号不是送给你们的超级大礼物吗？各位，你记不记得这一支？当初我送给你们的神盾的时候，7月5号，结果这档送给你之后，这档股票一路飙了70块，有没有？结果开始来回做价差，哇，我的天啊！结果神盾的价差创造了非常多的价差，应该超过200多块的价差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为什么最近我又要回来做神盾？有没有？你看这边我为什么要讲神盾？各位，你看，当初10月8号又买回神盾的时候，我是买198到200呢，198到200，好，就算我的会员买最多的买到202块，好，就算买到202块，各位，到今天我叫出了。今天10月15号飙到230，哥，如果你不相信，你看一下我的手机，哥，你注意看，你看我在今天讲的时候，你注意看就好，你看我今天怎么带出，哥，注意看哦，你看今天，你看这一通，你看这一通就好，会员注意，有没有？今天两个字。会员注意，温馨提醒，6462的神盾，198到203买的，现在230附近，短线全部出场获利，再上去给别人赚，有没有？你看几点？今天两个字，9:30，我230附近我全出了。为什么我230我全部要出？你看，各位，如果你在230附近你不出，各位最高230附近哦，冲上来我就出了。不出打回到最低，还杀点杀到平盘215，你看到没有？还杀回到将近平盘215，你看到没有？我是出230附近的，你看打回到216好不好？算216，价差差14块。各位，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哎。各位，盘中4.5个小时重不重要？超级重要哎！我现在在跟你讲观念呐，不是跟你讲我赚多少钱呐，赚多少钱对你来讲没有多大的意义嘛，听得懂吗？那你要看那个吹牛比赛的，每一个投顾老师都会吹牛啊。我现在不是，我现在告诉你我操作股票的方法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你10月8号买的，好，你199到203买的，各位，到今天我全部带出了。各位，刚刚时间你也看得很清楚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呢。各位，你看，今天两个字可以移动的，9:30，我全部在230附近，短线全部先出场。我为什么要出场？再上去给别人赚呢？我为什么再上去给别人赚？因为很多的小白，很多的那个阿呆带着钢盔往前冲嘛，要冲我就丢给你啊，所以你看我全部出光了，你要冲嘛，你来冲啊，你来买嘛，我全部丢给你。各位，杀到接近尾盘，杀到216，你看我多厉害。你不是要带着钢盔吗？哎，各位，钢盔带厚一点啊，不然你去撞墙都撞死掉了，真的。各位，台湾在做股票，4.5小时重不重要？超级重要。你有没有一个好的老师在带？很重要。所以各位，30块的价差，10张30万，100张300万，落袋为安。各位，落袋为安。而且到尾盘的时候，我还告诉会员，很多的会员说，老师啊，出掉了，可不可以再买回？我说不要这么急，我说不要这么急，到最后我又买回来。你看，到最后，你看我最后一通。你看最后一通就好，最后一通来，会员注意有没有？导播拉了最后一个叫，最后一个叫，会员注意，6462的神盾早上230附近出的，很多人说买不回来，现在216附近了，要多少有多少，赶快去买，1:18。你看，买回来了，又去买回来，收盘收221.5。什么叫买不回来？买的价钱如此而已吗？什么叫买不回来？你如果要买回来市价也可以买啊，怎么买不回来？做股票要有耐心啊，要有耐心，听得懂吗？不要每天在冲来冲去，冲来冲去，也不知道冲什么东西呢。你做股票你要懂得来龙去脉。所以各位，真的，你看神盾又赚30块，我车标上我讲得很清楚了。各位，我们再来看微影。各位，讲到微影啊，
我们在最近啊，微盈这档股票真的做的还算不错了，真的还算不错，真的来回做价差。你看这档股票，我们当初微盈啊，在10月8号买1705到1730，我们那时候去买，10月9号我出掉了，有没有？我是不是赚了140块？我出掉了，我是不是赚140块？出掉之后是不是又打下来？打下来我又买，你看，打下来我又买，买了之后10月9号我买到1800到1830，各位，我冲到10月14号，昨天我出到最高价，我又赚了190块，各位，我赚了140块，10月8号哦，到10月9号我赚140哦，出掉之后打回来哦，打回来马上买，10月9号当天马上再买回，各位，昨天出掉了，你不相信你看，我一样带出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各位，我都有抖这个手，手机可以验证，你注意看，好，来各位，你看这个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微盈有没有？昨天两个字，昨天两个字，6669微盈，上星期1730到1750买的人，今天若有来到1990到2010，可先获利出场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昨天1990到2010，好，各位，你看昨天，来，你看昨天，昨天最高多少？昨天最高多少？2005。那各位，你看10月15号今天最高多少？2025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昨天呢？2005，我是不是讲1990到2010全部出掉？出掉了。你看出掉之后，今天最低打到哪里？你看打回到1950，各位看到没有？各位，一个好的老师重不重要？超级重要，非常重要。盘中带进带出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，而不是收盘之后在那鬼打架，讲那些谎话，鬼话连篇。所以各位，你看你赚到了140块，再赚190块，各位，光这两次你是赚多少钱？拜托，你赚了330块的价差呢。我的会员现在都很清楚，现在要跟着我做一些短线，来回做价差。现在的台湾股市不是给你抱的越久领的越多，你的如果是买错股票，你抱的越久，你躺的越平了，你死的越惨了。你如果要抱的越久领的越多，有可能台积电可以了，其他的那个鸟股小型股我就不做，那种鸟股小型股我一个人都可以当主力了，好不好？我一个人就可以当主力了，那问题有用吗？没有用啊。所以各位，做股票真的你要懂得来龙去脉。你看，不相信你再看，我现在跟你讲观念啊，各位投资朋友们，我在跟你讲观念，打通你的任督二脉比什么都重要，不是在管说你赚多少钱。虽然看台积电9月30号买到今天，是赚了118块另外一个你看那个神盾赚了30块，我到刚刚都给你看到，对不对？那你看那个微盈又赚了190，对不对？你再看看四星 KY， 来，你看四星 KY， 各位注意看，你记不记得10月8号那一天我买四星 KY 有没有？我是买四星 KY， 出掉之后我又拉回来，我出掉之后拉回来，我在10月11号我又买回来，再买第二次呢，还是一样买1800到1830呢。各位，到了今天我出了，我赚了，又赚140，你看又赚140，我都打在车标上啊。你要懂得来回做价差。你看我当初那天不是出掉了吗？有没有？那天出掉了，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那一张哪里去？有没有看？10月11号，我不是赚又赚了80块吗？赚了80块之后，各位又打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当天又打下来，打下来又买，你看又涨上去了，又赚140。各位，做股票价差其实不难，是难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怎么做，你要怎么做而已。所以盘中四个半小时真的比什么都重要。各位，你再看宏硕，各位，我在现在讲观念，你只要从头到尾听完之后，你只要有一个观念，盘中四个半小时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很重要，会带进带出的老师很重要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听得懂吗？而且要真真实实用手机验证带进带出的，不然很多会造假作弊吹牛啊！你又造假作弊吹牛的老师很多呢，超级多。那各位，你要这干嘛？你要这些老师有屁用吗？
没有用啊。那各位，我也希望我的会员速度上能够真的再积极一点。我每次在传讯息的时候，我都非常的积极。我每天从早上七点开始，七点多传第一通，告诉你们总体经济，告诉你们今天要注意哪几档股票，盘中就开始在带进带出了。各位，这样的老师你要支持他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要支持。你看光今天，你看，各位，你看看光今天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看从今天开始，一大早，我在分析行情完毕之后，你看这是几点的？这是7:55。之后你看我盘中带进带出，你看我盘中带进带出。各位，你看到你遇到这种老师啊，你要真的老师你真的棒啊，你真的要说老师你真的好棒，听得懂吗？我都这么积极在带你做股票呢，你还能够懒散吗？像这种行情啊，你要随时盯住盘啊，4.5小时个眼睛都不能乱移啊。那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，你就来投靠陈立豪，困难度交给我就好，我帮你处理嘛。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呢。那你看看各位，我为什么当初红硕我要出？为什么红硕我当初我要出1895？你再看看来，各位，你看红硕今天来杀到最低1750。我是10月7号我就已经出掉了1895了。那各位，今天你敢买回来吗？你敢买回来吗？我陈立豪哈，做事敢做敢当啊！各位，林北今天又把它买回来了，我又买回来了，我也不怕你啊！各位，你看这档股票，各位，这档股票无为赢，我们不是赚？刚才测标上你不是看到我赚了190吗？各位，我出掉了呢。出掉之后，各位今天又打下来了，打下来我也告诉会员也在1950附近1960可以买回来，你一定不相信对不对？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啊！你看我陈立豪，各位你注意看来，这里面你看啊，唯盈你有没有看到？宏硕刚刚我不是讲了吗？我宏硕早上我已经讲了，宏硕1740-1760可以少量买回，有没有？1740-1760早上9:34就在讲。那各位你看宏硕，你看收盘1750准不准？准到吓死你。哥你再看看来，你再看看微盈，注意看微盈。我在讲微盈的时候，我在讲什么？我说微盈改价在1940-1960买回。好，各位你看微盈有没有来？通通来了，是不是在1940-1960之间？最低打到1965，我又买回来了。各位，我是出到2005-2010赚了190嘞，打回来我又买回来了。各位，我是谁？我是陈立豪啊！我跟那个鬼打架的老师是不一样，我都给你看得很清楚啊。老师啊，如果明天跌怎么办？各位啊，你怎么到现在看股市的老师还在那种脑袋莫名其妙？对，今天一个老师会告诉你怎么进会怎么出，那代表这个老师很实在，我们不会造假不会作弊了，只是让你知道说我们做股票就是来回做价差，那今天买明天卖要怎么样进出，盘中4.5小时才重要，听得懂吗？而且我也跟你讲怎么买怎么卖呢。那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你敢买吗？你敢做吗？像神盾拉回198-203我又买回来了，你敢买吗？我买的今天230，我出掉，我赚30块，我打在车标上了。你敢买吗？而且我敢出啊，我出掉了，我有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。今天出掉，出掉之后，出230附近呢，拉回216附近再买回，各位价差差14块，我赚了30块，价差又差14块。各位，你会做股票吗？盘中4.5小时，你敢吗？你有那个行动力吗？所以各位，做股票的重点在于贵于真心。你再看看华晨来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华晨为什么要出666？为什么要出666？哥，你看华晨到今天还在这边呢，还在这边呢，605-612。哥，我是出666呢。
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他打回到600附近，你敢不敢买？我也买回来了，我也一样买回来给你看呢、啊。我既然出666的，我出掉了，我有价差将近60块，我为什么不买？我跟你不同嘛，各位，你再看看君豪，君豪10月8号出161了，你记不记得？我不是跟你讲赚19块吗？君豪啊，我10月8号为什么要出161？各位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你会吓一跳，你看。各位，今天打回到最低 127.5，收盘收130。那各位，你告诉我，我出多少？我出161呢。那各位，你看。今天打回到最低多少？127.5。你看那个价差，161到 127.5。那各位亲爱的投资们，打到130以下这个地方，你敢买吗？你敢买吗？如果我陈立豪跟你讲这个地方买回来，你一样会赚到大钱，你相信吗？我的靠腰，你没有反应，你一定也不知道说到底，我相信不相信？我管你相不相信。各位做股票，其实我们心里懂得怎么来龙去脉，怎么做就好了，也不需要让你懂了、啊。让你讲到让你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搞不好就真的变股神了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真的做股票，其实没有这么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。你再看这一档股票，我不是跟你讲10月11号出 M31 吗？我不是跟你讲我 M31 出掉了吗？有没有？我为什么要出 M31？M31 为什么要出？你看今天。打回到最低849，收盘收854，啊，各位，我是出多少了？我是出930的呢。930出掉之后，那一天打回到876，不是写在这边吗？你看今天更低，你看。啊，各位，我讲到这个地方，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你帮我鼓鼓掌一下，真的。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。如果非凡。如果东森，如果三立，如果民视可以让我去上，各位，这些鬼打架的老师是没饭吃的，听得懂吗？各位，现在的重点是什么？注意10月17号台积电法说会完毕之后台股的变化，如果我的看法没有错，它一定又是利多，利多出来之后搞不好就是利多出尽。各位，绝对不是天方夜谭，300万变3000万，马上来电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可以帮你啊，真的，一通电话，我真的可以帮到你，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的电话，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人的一生当中有非常多的机会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选择一个真正能够帮到你的老师？其实在台湾做股票它真的不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到底怎么做。当行情到的时候你敢不敢买，当冲上来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行动力敢去卖，那才是重点。更买卖之间都一定要有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。你如果没有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，我可以跟你讲，在台湾股市里面你要生存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不然你就讲了一口好股票，讲好股票没有用，你要真正去做，要敢去做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绝对不是天方夜谭，300万变3000万，请你马上来电。我非常希望那个资金有300万以上的，愿意跟着我们清代的会员，赶快来好不好？后面有非常大的资金可以赚，好吗？给祝你们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